是成荣，然后是上李安老师三年的课，然后我考上师大数学系这样。那高中是读？高中我是读七中高中啊，比较普通的高中，就是没有很前面的高中，算社区高中。社区高中，嗯。好，那你是怎么样认识李翰老师的？就当初是那个，一开始是那个寒假的那个非选课程，然后先看到听李翰老师上课，然后觉得很有趣。然后之后高一就那个王老师那边有开先修课嘛，因为我在那边上理化，然后先修课就是后面的课程，然后就半堂是李翰老师上课，然后认识李翰老师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你是没有去听过别的？高中数学就直接，应该说直接听过他的课，就直接想说，哦，那就跟着他来这边。哦，没有，这就是一个过程。原本我是在别的补习班，就是国中我不是在希望那边上课啦，因为我是希望那边学生。然后国中我不是在希望那边上数学，然后之后我那边也有高中的老师，他之后来上我们的复习课，国三复习课。然后因为这样国三复习课认识他之后，他想说可以接高中，然后之后我就上了那边，他有开先修课。然后就是那边老师开先修课的话，我觉得普普通通。可是，然后我之后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我这个先修课上完，我就不补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念。因为我也觉得那个老师教的，就是我觉得他照他那样讲的话，高中数学我自己是 OK 可以负担。因为我觉得他教的还好，就普通。后来就听李安老师上课，原本我没有打算补，然后后来听完李安老师上课，对我就觉得怎么样，我不能错过这个老师，然后我就来补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思考其实真的很不像数学老师啊，在他身上我看到其实比较像数学家的气质，不是数学老师的气质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错过这个好老师。然后思考是这种数学真的超不一样，像别的老师都是这样一步一步，然后带着你走，然后慢慢跟你讲解，这一步是到下一步，这一步到下一步，然后有点条列式或整理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思考是数学重点不在条列式整理，因为这样就变得跟背科跟社会科这样跟文科是一样，没有他那就少了数学里面最重要就是什么数学就是思考，对。那你如果你知道只有那种条列式，然后每题都是要很就是那样，每题都有每题的解法，或是就是它有固定题型，我觉得就是有点失去对数学的乐趣，对，它就不是数学。数学其实就简单两个字就是思考这样子。对，那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李翰老师最大的特色？哦，李翰老师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是讲人生道理，我还蛮有信的，因为他本人生活也蛮丰富精彩这样子。然后他就除了数学之外，对，除了数学之外，就是我还学到很多，就是人生的道理。对他讲的道理，其实我对，其实之后我的人生虽然现在还年轻，可是我觉得都用得上，因为毕竟他过来人，而且他讲的会真的会让你幸福。对，一个好老师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好的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他以前走过的冤枉路，他就会叫你不要再走这样子。那有什么话想要跟之后的学弟妹说？哦，学弟妹的话，如果是以高一来讲的话，一开始如果你只一开始接触思考数学，如果觉得太快听不懂，我觉得不用担心，因为你慢慢，你只要好好跟李安老师的课，你都会听得懂。然后接下来的其他学弟妹已经跟李安老师很久，我觉得你就如果是考试的话，就不用太担心啊，你好好用正确的方式学数学，你们都会考得很好，然后你们的未来一定会非常好，就是因为李安老师都是建议大家。选自己喜欢的，选自己的梦想，而不是、啊、你要读医学院，你要读什么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李安老师的建议，你们可以多听一点，这样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哎，各位学弟妹，我是你们学姐，然后我是郭方成，我就是刚从北语毕业，然后就是今年刚升上台大化工。对，我一开始是在希望上课，然后就是从国中都在希望上课，然后就是那时候李翰老师有到班上圈班嘛。然后就觉得老师教的很好，然后反正是有跟另外一个补习班在就抉择，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李翰老师上课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的，所以呢，我就选择李翰老师。对，那老师上课的特色跟思考数学的风格，特色的话就是我觉得老师会带着我们去想，而不是就是一直把东西塞给我们，要我们就是自己去练习啊什么。而且就是最大的特色是，老师有任何问题都会接受。到高三的时候，你会没有时间一直到补习班问老师问题，所以你可以透过就是 LINE， 然后问老师问题，然后就可以，老师只要有时间就会帮你解，然后他一定会帮你解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对高三生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。而且他会就是照顾到每一个学生，就是如果说你上课有点精神不济，或是说
还有你的脸，你的脸可能就是出现疑惑的表情，老师就会就是特别问你说，哎，那就是老师会记住每个同学的名字，他会就问你说，哎，你有什么问题啊什么，然后就可以当场解决，就不会急到之后才对解决这样。还有什么话想要勉励一下，就是理汉数学学弟妹们？就是学弟妹，数学真的很重要，所以数学要好好学，不管你是考数甲还是数乙的，都很重要。然后学测，学测也很重要。对，不管是考学测还是职考都很重要。然后最好是学测就上了，因为学测上真的会差很多。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加油，然后就是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尽量问，还有功课一定要写啊，对，一定要练习，练习很重要。大家加油！好，谢谢方程。谢谢。谢谢李翰老师。谢谢李翰老师。感谢李翰老师。谢谢李翰老师。谢谢老师的教导。李翰老师的思考数学对我非常有启发性。感谢李翰老师三年来不厌其烦解题。谢谢李翰老师在我们压力大的时候鼓励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轻易放弃。谢谢李翰老师三年来的教导。谢谢李翰老师。在高中三年里，都以活泼有趣的数学方式带领着我们。李翰老师教的思考方式是一生受用的。多亏了李翰老师的思考式数学，让我从国中会考 B 加加到高中学测十五积分。李翰老师的思考式数学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李翰数学想法卓越赞。李翰数学是你最好的选择。谢谢老师的教导。李翰数学赞。李翰数学赞，李翰数学赞。